有没有想我啊？是你呀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人家都在里面憋了一天了，水米未进的，你怎么连一句关心人家的话都没有呢？你钻到那里面干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喜欢在里面待着？我要真被竹溪烧死了，你还见得着我吗？ 看你这可怜的样子，那本姑娘就再心疼你一次。谢谢啊！哎呀，没想到又是你来救我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啊？我的名字，我可告诉过你的。你要是忘了，我可就走了。无缘。 算你命大。怕呀，我都怕死了。我手现在都在抖呢。我会尽力杀出去。我们在门口汇合。别了吧，你可别害死了老贾头。 回头又把我给连累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清一下道。南城第三门楼外，石猴子边，红色木门。 记住了。喂，啊，你看我，看了这些死人的脸，再看我。 是不是特漂亮？这都你杀的？怎么，这就受不了了？你这个样子，在平平怎么混啊？你杀了这么多人，身上一滴血都没有。人家是个姑娘嘛，快走吧，再不走，等换班的人来了，可就走不了了。好好。 这边。喂，你这么不要命的跑，要去哪儿？远离这里。你认识路吗？地火失控的时候。 只管望远处跑，不管方向，越远越好。我说，你们这些知火人是不是离开了地火，什么都不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绕着平江侯的大峪跑八圈了。什么？这是条环形路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以前跑步都是。 认着树和石头认路，这又没树又没石头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啊？我看你挺有主意的呀。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来帮我的？是啊。